桂冠新出的抹茶汤圆。日本买回来的明星。我的明星哦。我的啦。六颗汤圆小宝宝，帮汤圆小宝宝准备了三种温泉：红豆汤、抹茶汤、抹茶牛奶汤。这个抹茶是哪里的抹茶？从日本买回来的抹茶。好险，我们这次跑第三家店就买到了，顶好跟 Seven 都没有，然后最后在我家旁边的全联。买到了，我家这边的全联也有卖，你有看到？有啊，一整柜啊，是满满的100盒啊，不然你那边只剩一点点啊。我那边只剩2盒，那我就把那两盒都拿走了。你以为很稀有？嗯。殊不知。下去吧。哦。好吃哦，好甜哦，它里面自己有红豆哎，那它干嘛不写红豆抹茶汤圆？蛮 Q 的，好粘牙哦，这个 Q 度有8分，我觉得有一点甜，比较像红抹茶豆沙，抹茶味没有很重。这个比较好吃，因为冬天你很甜，配这个汤刚刚好。完美组合哦。为什么要给观众看你的呕吐物啊？很绿吗？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好吃的，这个好吃。怎么知道你还没吃？我好像绿巨人啊，就只有一颗啊、哦。两颗、啊。另外一颗。你吃掉了。我刚吃了2颗。不然你自己看录影。这红豆汤圆去哪里买的？还有富。它还有大豆哎，还有许多哎。好丰富。它大便了。这个有点差异，还是这个好吃。味道太复杂了。有点像那个韩国抹茶牛奶酱，这个抹度。如果这个日本的抹茶是100分好了，这个大概拿70分好了。推荐大家泡抹茶汤，不要抹茶牛奶汤。是啊，我要喝水，帮我拿水。哦。水来了，我们来拍结尾，逆压入镜。为什么结尾我突然要入镜？节目要多一点变化啊！你要把这个喝完，为什么？不然会被网友骂浪费食物。我们要一边吃一边，想要看到更多娃娃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订阅哦！下礼拜三见啦，拜拜。